咱们的系列报道一城一卫背后的乡村振兴产业链，本期呢就从广东佛山顺德的鳗鱼说起。顺德有着世界美食之都之称啊，可以说是美食云集。这其中呢有一种本土养殖的优质食材啊，不仅征服了口味刁钻的本地人，还出口到全球多国。这种优质食材就是鳗鱼。鳗鱼肉质紧实鲜美，口感丰腴细腻，炙烤过后更是让人垂涎欲滴。小心小心。午饭时间，位于佛山乐流的这家餐厅飘出阵阵诱人的烤鳗香气，寻味而来的各方食客瞬间挤满了店面。系慕名过嚟食呢个鳗鱼饭，系带埋老豆老母过嚟食。到这里的话呢，一定要试这个蒲烧鳗鱼排骨饭。这里比较特色的是鳗鱼蛋。在世界美食之都佛山顺德，能让本地人啧啧称赞、极力推荐的特色美食鳗鱼当属一绝。我们这个餐厅最大的优势就是鳗鱼现杀现点现做，就是把鳗鱼最新鲜的一个味道呈现在消费者。